昨日太子登基，大典刚刚礼成，就偏瘫了。预言实现了。作祟者是何妖物？是一只猫。不错，只有猫猫才会这么又细又软。无玉楼的猫和宫里的猫有什么关联吗？来人呐！开门！他不是昏迷，他中蛊了。那只猫说了一句：“欠债总是要还的。”他明天还会来。到底是谁欠了债？报案！欠了什么债？你到底是谁？你说的这是30年前的旧事，一只猫不可能活过30年。你为什么借纯洁吟唱李白的诗？云想一场，花想容呗。又为什么让我们看见树下的杨玉环？你到底有什么秘密想要告诉我？一定是和前朝有关。